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慢慢说，我是主唱立德慧，我是吉他的陈志芳。五月二号在开南大学有第二届小草原音乐节，当天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看的乐团，还有人来演出，我们非常期待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，请上 Facebook 搜寻小草原音乐节，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哦。对啊，等你哦，来我。让别人看清你的努力，现在需要为自己开心，每天都为了自己呼吸。我喜欢现在的你，就是你。